哎，好了吗？啊，我来了。Hello， 来跟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吗？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茜。哦，好高兴啊，能来我自己的蜡像节目仪式，真的好开心。我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您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也都没有见过自己的蜡像？其实刚刚稍微的瞄了一眼，瞄了一眼是吧？但是没有特别细致的去看，是的，是不是啊？嗯，那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制作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致啊。你在他面前的话，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另一个自己。我感觉就是比我自己还真，比自己还要真。那到底有没有像刚才老师所说的比自己还要真的？待会儿我们就要去看一下了啊。那我也不想让我们很多的粉丝朋友以及宋茜老师在这里过多的等待，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揭像的环节。下面呢，让我再次请回我们的杨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倒数三声，我们两位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帘子的这个位置啊。好，我们全场的朋友，包括看直播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倒数三声，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蜡像的揭幕。所有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另外一个真人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很还蛮奇妙的耶，而且真的好像跟我就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好的，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啊！我们也谢谢两位。那为了可以让我们的宋茜老师可以跟蜡像更加近距离的接触，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效果更加完美，那接下来的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我们的幕布先暂时撤下去。我们请直播间的宝宝们稍等半分钟，我们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先走了吗？撤了。撤了。这边的空调是安点啊。对，嗯。今天我感觉到你们同事见到我是什么感觉了？还是蛮。嗯。啊，你能见到我是这种感觉？哈哈哈哈。在这个位置。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摄影老师为宋茜老师还有我们的杨总一起。我们要做什么姿势吗？你有什么经典的？具体来说，应该是三位合影啊。就自然吧。好的，好的。好，来，我们面对镜头，记录下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来一张。这会是我们杨总第一次和两位宋茜一起合影。是。三二。好，来一张。好的，谢谢我们的摄影老师。那我想说，我们也谢谢我们杨总，谢谢。那我觉得这一刻呢非常值得纪念，我们想用另外的一种更加纪实的方式来留念。我们请工作人员为我们用拍立得拍两张照片好不好？来，我们第一张。来，我们第二张，来一个俏皮一点的好不好？那我们这两张照片呢，之后也会通过互动的方式去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好的，那我有点不忍心过来打扰双胞胎在这里互动。哎，那我现在想问一下，真的看到了自己的这个蜡像离得这么近，什么样一种感觉？就是，挺不可思议的，就感觉好像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另外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嗯，对，就还。因为我自己只能通过镜子或者是镜头来看我自己，真的有一个本人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哦，没办法描述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还挺，怎么说呢？只能说很惊喜，又惊喜的一种感觉。其实我也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大家看照片也好或视频也好，它是一个平面的感觉，对，它是很立体的，它能够看到你的这个。后面前面全部呈现在你的面前，对，而且真的很细致，就是很怎么说，惟妙惟肖吧，就 是哇，原来宋茜是这样的。原来自己才发现原来自己是这个样子的。哎，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之前对我们杜莎夫人有了解吗？有了解，然后也就是觉得哇，之前就看到很多明星朋友啊，然后也有自己的蜡像，我当时就觉得啊，
好羡慕，我也想拥有一个自己的蜡像。这回有自己的蜡像了，嗯，也可以让很多的粉丝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这个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和宋茜老师的蜡像来进行合影。嗯，那么既然对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我就要考考您了啊。嗯，那您知道咱们这个蜡像会陈列在我们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哪一个区域吗？那我肯定知道了。嗯，就是 A-list 顶级派对区，而且是全新升级的专区。是的，果然难不倒宋茜老师啊。那我们宋茜老师呢将会是首位入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全新 A-list 专区的艺人。那我想问一下，您知道我们这个专区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灵感吗？我知道啊，是以上海电影节为设计灵感的嘛。嗯，哎，真的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功课啊！我也给所有的朋友们再去介绍一下，我们上海杜莎夫人呢，也是不断坚持将世界顶尖的新奇互动技术和沉浸的视听效果呢，带给我们广大的游客。在全新升级的 A-list 顶级派对区，您可以体验到独有的魔都特色和科技的创新，有200余块数字红毯、专业的舞台造景和360度的音效，可以说啊，还原我们电影节颁奖舞台。在这里呢，可以体验到这种影帝和影后般的沉浸式的获奖瞬间，我们普通人都可以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哎，做影帝影后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期待啊。嗯，而且我还听说设置了一个就是专门的限时打卡角。是的，我为各位认真的介绍一下，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上海杜莎呢，为宋茜老师的蜡像呢，特别增设了一个限时女王派对角。那么在我们这个之前上海杜莎连线的环节啊，各位呢也都看到了我们的女王角。那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个日期的范围，限时呢是在9月16号到10月15号，一个月的时间，来到现场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宋茜老师以往的时尚造型为设计的打卡区，可以说非常的沉浸出片啊。嗯，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正好涵盖了大家国庆期间嘛，可以来到现场去跟宋茜老师的合影来进行。我还没有去过呢，大家替我就赶紧去一下。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直播间复刻了这个 A-list 专区的红毯，但是呢各位来到我们上海杜莎的话呢，不但可以看到我们宋茜老师蜕变之路这个独家的照片的展示，还可以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限时打卡的拍照的道具，另外呢各位可以现场体验派对，一起来合照就有机会获得宋茜老师的亲笔签名照，给各位展示一下啊。来来来，咚咚咚咚，各位看一下，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的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就有机会把这些奖品带回家了。哎，这个是我们的，而且还有一个小礼物嘛，还有一个，本来我想卖个关子的。来来来，这个帮我先拿一下啊，好好珍藏保管啊，要送给我们粉丝的。另外一个，各位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大家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非常有气氛的一个手环啊。嗯，那这个呢是我们有这个宋茜老师这个手写的发光手环，它能发光，我们来看一下啊。对，来看一下，我觉得这要是在派对的场合特别的显眼。啊，特别的 bling bling 的一种感觉。对啊，很亮眼嘛。啊，很亮眼，就成为全场的一个焦点了。嗯，跟各位去介绍一下，那我们这购买宋茜专享的这个门票入馆的话呢，就能够获得我们特别为您定制的周边宋茜手写字的发光手环，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去打卡。对对对，哎，工作人员帮我好好拿一下好不好？有机会我也要去打卡一下。这个就送给我了，待会儿啊。我今天回家下班的时候就带着它去走，很多人就会特别的羡慕我。那你是最亮眼的仔了。我就是那个最亮眼的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杨总呢今天也是特意从上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参与我们这次的节目。是的。那杨总也特别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那我们请杨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是个什么样的礼物呢？来，有请。看一下，给各位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是，这是我们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独特研发的一款蜡画产品。那为什么它是蜡画呢？是它是背景是我们的 A-list 的这个新区，然后我们结合的这个蜡艺技术，在中间呢可以看到一个大的 V 字，那其实就代表着您 Victoria。然后边上我们放一些音符啊，以及爱心啊，来代表您卓越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生涯。哇，谢谢，哇。好漂亮，大家可以都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来，我们用影像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在别的地方都是没有的。再来一张啊！
好的，谢谢。来，我们这么珍贵的一个礼物，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先暂时保管一下，好不好？来，帮我们拿一下。好的，谢谢。好，我们请孙天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啊。那今天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您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很多朋友今天就给我们有了一些留言，嗯，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去问问您，我想问一下，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不怕我们大家收集的问题非常刁钻吗？不怕。不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啊。哎呦，第一题可够刁钻的呀。啊，真的吗？开玩笑的。不回答了。我们先看看好不好啊？但是这样说的，说很多朋友呢对宋茜老师的这个认识啊，都是通过一些舞台唱跳的舞台。那最近几年呢，也通过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看到了您的身影。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下，您是如何兼顾这个唱跳和这个表演的？我觉得这不管是唱跳还是表演，我觉得都是我喜欢的工作，然后对我来说都是想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对，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兼顾了，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努力去做好它。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在更多不同的舞台上看到宋茜老师的身影，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啊。谢谢。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宋茜老师除了唱歌跳舞还有演戏之外呢，对时尚也很关注。那下一个问题，哎，有点刁钻了啊。我们要请宋茜老师自己评价一下自己啊，不是评价今天自己啊，是评价这个自己，这个自己。今天哎，是不是也不习惯两个自己了？来评价一下这个他的穿搭好不好？就是很怎么说呢？很宋茜，很宋茜，就很宋茜本人。因为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黑色，对，然后这一身其实。穿搭就是我曾经在那个时候穿过的衣服，然后还有做过的造型，然后现在在看的时候好像就是回到了那个时候，然后看到那个时候的自己，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怎么说呢，好像平行时空里面就是那个，然后又穿梭到那个时候，就还哇哦，还蛮酷的嘛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刘海，跟现在很不一样，换了一个发型是不是？对，就哇哦，一个穿越的，很美哦，穿越的这个平行时空自己。哎，下一个问题来了，这可真的够刁钻的啊！啊，真的够刁钻的。他问的是，请问您觉得啊，他美还是您美？哎，这个真的够刁钻的耶！你看您怎么回答？我觉得。我觉得我比他美，他心里肯定也这么想，他比我美。两个自己都觉得这个自己会更 美。其实我想说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美啊。他的美是那种就定格在那一刻，那一刻的美，而我们这个宋茜老师本人是一种鲜活的美，他会有无限可能性的一种美，两种不同的美。他是我的一面吧，应该是。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想去看那一面宋茜老师的话，可以来到我们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去和那一面的宋茜老师合影。对，如果想看本人宋茜老师的话，那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和宋茜老师本人来进行一个合影和互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下一个环节啊，下一个环节的话呢，要做一个小游戏了。那我想问一下宋茜老师，您平时做游戏的时候，您觉得自己是那种游戏小女王还是游戏黑洞？我啊，是小能手还是黑洞？我就是胜负欲还挺强的。胜负欲很强是不是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真的要考验一下您了。那既然说是考验的话呢，我们肯定是有奖项还有惩罚啊。我们先说奖项吧。如果宋茜老师要是待会儿把我们的互动的这个项目都顺利完成的话呢，会给我们所有看直播的朋友们送出一份福利。这个是奖项。惩罚的话那就可怕了。那我这样，我先不说。那我先告退了。不要告退，但是那是这样吧，没关系啊。我如果真的惩罚的话，我尽量帮帮你。好的，好的，好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互动游戏的环节了啊。我们的挑战呢是表情包猜词。哎，那我问一下老师，您平时是那种互联网冲浪女孩吗？可能家里面断网了那种的。哎，那平时跟别人就发消息的时候，会有习惯发一些这个表情包吗？会有固定的几个，对，就一直反复用的那种。反复用。哎，我多问一下啊，我想很多粉丝也特别好奇，您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有收藏，但是其实用的机会还蛮少的。对，也就是也对啊，我幻想一下，就如果我是您的话，然后跟自己的朋友聊天还用自己的表情包，挺奇怪的。对，很少很少用。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待会儿的表情包不是您自己啊，不是您自己的表情包，就是我们非常普通的表情。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情呈现出来之后，它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词汇。嗯，好吧，来，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题板送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来啊，有三个，每一个
有简单有难，我们先看第一个。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同步跟宋茜老师一起来猜一猜，到底这个表情对应的是什么词，好吗？第一个，噔噔噔噔，这个太简单了吧？太简单了吧？这什么？蜡像，一个辣椒，一个大象。蜡像，蜡像，为什么不是交大？交大是什么？辣椒和大象交大，我开个玩笑了，开个玩笑了啊！第一个就是蜡像，非常简单。交像。焦像也可以，焦像也可以，但是您确定一下是焦大焦像还是蜡像？哎，突然一下混了，混了，蜡像，蜡像，蜡像，嗯，恭喜你回答正确，第一个就是它了啊。第二个，屏幕前的朋友也可以来猜一猜啊。嗯，我觉得这个，咱我觉得猜不猜先不说，我觉得这屏幕这个表情很有趣啊。女，这是个什么？这是一个女士，而且它有趣的点就是女漏，她还怀着孕呢，好像。沙。这是个沙漏漏，杜莎，杜莎是不是杜莎？来看一下是不是杜莎？各位可以在公屏上，大家的答案是什么？这个一个女士，然后怀着孕，就是肚子是大的嘛，肚子很大，然后这个是一个沙漏，所以是杜莎。杜莎，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我先偷偷看一眼啊。哎呦妈呀，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更难吗？很难，黑乎乎的。嗯，啊、这是个什么？山。这是个山啊，山水，山水，那是个什么？山水，山上，山上，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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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石，石水，石上，石上，石上吗？山上。再问一下啊，山水，最后要确定一下啊，这要是没答对的话，就要有惩罚了。您答对了的话呢，就能帮粉丝们谋得一丝福利。大家告诉我一下，我觉得是有可能是石上。是时尚吗？还是山水呢？山这个真的我是看不出来，这个是很像水哎，但是这个又好像是个三角，是上吧？应该是，对，这应该是。其实我知道，但这种我在故意装，但这种放大了很奇怪哎，这种放大真的很奇怪。时尚吧，时尚，时尚，恭喜回答正确，这是个石头。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符号，因为咱看表情包也没有这么大号，它特别小，它放大之后就能看到很多细节，对，然后就没有发现哇，原来这么细节的呀。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时尚，那三个都答对了，来，工作人员帮我拿一下这个啊，那也就是说会为大家送来这个福利了。那么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一张宋茜老师的亲笔签名的刚才我们拍的这个拍立得。那到底是哪位朋友能够获得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我们会在直播间会说出一个大家抽奖的口令，各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刷屏就可以了。我们会倒数三声，然后呢截下来之后，第一位被我们截到的就能获得这份礼物了，宋茜老师亲笔签名的拍立得的照片。来，我们工作人员应该已经来到我们镜头前了，是不是？来，那稍后呢，请宋茜老，各位可以刷起来，给大家一点时间，好不好？刷起来了吗？刷起来啊，四个字啊，宋茜杜莎，宋茜杜莎，各位刷起来，宋茜杜莎这四个字，给多一点点时间啊。我们也期待看一下哪位朋友能够把这个奖项带回家。好，那待会儿呢，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因为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些惊喜带给大家的。好，应该都刷起来了吧？来，我们请宋茜老师为我们倒数三声，准备喽。嗯，三、二、一。来，我们看一下是哪一位朋友，我们工作人员帮忙给一个特写啊。那么获奖的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啊，千千万万不要把你的私信关闭。有些朋友喜欢把自己的私信给关闭了，因为我们是通过就没办法联系的，对，我们是通过私信的方式去给您去兑奖，所以说您仔细去核对一下您的私信有没有关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恭喜您可以获得一份我们宋茜老师亲笔签名的这个拍立得的影像，而且这个照片是我们就是在这里拍出来的，有一种就是计时时刻的一种感觉，对对对，非常非常的珍贵，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惊喜带给大家。那既然说还有惊喜，那您也在舞台上，那我就直接就要一份惊喜好不好？我想给大家要一个礼物行吗？行，只要我能做到的。能做到是吧？都能答应。只要我现在能做到我都答应。行，那咱今天就直播到晚上12点。开个玩笑了，开个玩笑了。告退，让我还是告退了，告退了。开个玩笑，我们这样吧，我们送一个这样的一份礼物吧，我们想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能抽出一位给他们送一个专属的福利，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吧，待会儿呢我们会这个我们请待会儿请宋茜老师呢会给大家提一个问题，问题可以难一点点，行、然后呢我们比较难的问题待会儿呢看大家谁能够第一个答出来，第一个答出来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快速的去查找谁是第一个答对的。 OK， 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那我就把我的专属的祝福送给他。好的好的好，那问题是什么了？问题是难一点啊，难一点啊，
问题是，我出道的时间，出道的时间，打出来就可以了。这样的我们严格一些啊，细致一些，把年月日，可以都打出来。年月日，我出道的日期，年月日。是的，我觉得肯定是，一定是这个忠粉才会第一时间就答出来，是不是啊？来，各位，赶快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你知道我们这个问题答案吗？您知道宋茜老师的出道日期是哪年哪月哪日吗？第一个打出来的人，第一个打出来的人啊，祝福宋。我看我们工作人员现在应该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看一下大家都知不知道啊，是哪年呢？是09年还是？09年还是09年呢？对啊，那是几月份呢？那是这就不能这再说，不能说有点太再说就多了、啊、就那那是13月，来已经出来了是不是？工作人员有第一个人了吗？有了吗？有第一个，然后结果我们说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不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都知道。工作人员找到了，可以跟我们示意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知道。各位啊，抓紧时间把我们知道问题的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到底是几号呢？ Okay, 来，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吗？那就是第一个答出来的人就、第一个答出来的到底是谁呢？OK 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恭喜这位朋友。来，我看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来，工作人员把手机给我们递过来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哪位朋友，我看一下他的这个日期答的对不对啊。他的日期是09年的9月5日。我也9月95吧。他打的是 2009.95, 他可能太着急了，他想争少一个点，他想着急当那个第一位的朋友。但他怎么样他也是第一位了。是的，他这个叫这个，那我们请宋茜老师为这位朋友送出一份祝福。好的好的，我祝他我祝你宋茜在这里祝你早上开心，中午开心，下午开心，晚上开心，天天开心，中秋快乐，然后生日快乐，新年快乐。哎，咱们可以拿着日历，把这一年所有的祝福咱都给一口气给录下来。好了，够半年用了，够半年用了，够半年用了。那明年的时候再放一遍。反正咱们刚才也没有说这个年份，对不对？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也不可能说给每一位这个看直播的朋友都送上这样的一份这个祝福。那刚刚那个大家可以通用，好不好？那是可以通用，通用吧，通用。下一个我们这个奖项呢，很多朋友也都可以来参与。我们希望呢，能够和更多我们此刻看直播的朋友们来参加一些这个互动。我们呢，也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和我们宋茜老师的蜡像来进行互动。那这个互动的方式呢，就是跟我们所有能够来参与的这游客朋友们。一个互动的形式，那我们呢特别准备了一个这个许愿心和派对箱，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把这个派对箱拿到舞台上来好不好？我们先拿这个派对箱给各位介绍一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派对箱，这个派对箱呢会到时候会陈列在我们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 ATIST 专区限时女王派对角，会放在这个位子上，大家呢不仅可以跟宋茜老师的这个蜡像来进行合影，也可以跟她拍照来打卡。那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请宋茜老师现场在我们的派对箱当中先拍签一个名字好吗？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这个笔，来，我给您，哎，不好意思，拿着，哎，直接签名就可以吗？签名就可以啊，在这底下吧，可以啊。好的，谢谢宋茜老师，谢谢。那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上来另一个这个小道具啊，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派对箱它之所以叫箱，是因为它这块是有一个这个槽的，是可以往里面去放一些这个许愿的星星。就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现场呢，就是许一个自己的愿望放进去。那今天呢，我还特别拿了一个专属的颜色啊，绿色。绿色。对，我希望宋茜老师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小星星上面画一个专属的一个符号，好不好？啊。专属的符号。专属的一个符号。那我们其他的朋友呢，这个只要购买我们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的这个门票，都可以来到现场，也会获得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星星。到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愿望和宋茜老师都放在同一个这个派对箱当中。那我们接下来请宋茜老师放进去了，画了一个这个小笑脸啊。对，哈，哎，哎，
哎，我觉得在这儿正好卡在我这里了。我觉得这儿正好，正好。哎，因为我想跟大家说了，因为这个派对箱其实它大小也就这么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它有点这个限时的感觉。到满了就不行了。到满了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再说一下，我们应该是从9月16号到10月中旬，各位一定要在这个时段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就可以把您的这个许愿的小星星放在了我们这个派对箱当中了。嗯、那我们把这个珍贵的这个派对箱交到我们宋健老师手里，我们合影留念，好吗？好，来，这个笔我来帮您拿。嗯，谢谢。来，我们请工作人员为我们宋宪老师来合影。我们再次提醒，这个派对箱呢，后续会放置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的 A-list 专区的现实女王派对奖，欢迎大家来现场打卡，也积极参与我们上海杜莎夫人我们官方的微博以及抖音的活动。那我们再通过拍立得的方式来记录下这一刻。好的，谢谢。那这个我先拿一下，来，工作人员帮我们接一下啊，到时候陈列在我们的这个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的这个馆内。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请宋宪老师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那我想问一下，在最后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讲的吗？今天真的挺开心的、嗯、然后能够有机会拥有自己的蜡像、嗯、也希望可以我有机会然后真的也去上海的那个杜莎夫人蜡像馆去给自己打卡、嗯、对，然后也看到这么多的朋友一起评论啊，然后一起玩，我也很开心。希望就是大家多多关注我以后的作品，对，然后也祝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越来越好，对。好的，谢谢宋宪老师。我画个重点啊，刚才宋宪老师说了，说他也很想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亲自去打卡。嗯，所以也就是说有可能啊，我说有可能会在现场，也许会偶遇，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现场。万一呢？万一呢？万一呢？一定要充满着期待，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所有的现场的朋友们啊，一起把掌声献给我们的这个宋宪老师，好吗？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好，谢谢。来，拜拜，谢谢。拜拜。好的，谢谢宋宪老师，谢谢。谢谢。